我今天实在忍不住了，那些还是走老路的老哥，你给我听好，你明明就不喜欢现在的生活，为什么你不肯做出改变？你明明就不喜欢现在的自己，为什么你不肯迈出第一步？光想有什么用？有个屁用啊！得行动，马上行动起来，马上对着镜子说："老子受够了，受够了，必须改变，马上改变。改变是痛苦的，但是你不改变，你会更加痛苦。"会吃苦的人吃一阵子，不会吃苦的人吃一辈子。不要总说自己以前多么多么风光，你多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你他妈现在就是一个屌丝，屌丝！你真他妈是个爷们，你就去赚钱，并且用钱解决你现在所有的问题。你要让你身边的人相信你，你就动起来，别光打白条，来点实在的行不行？你想想你父母期待的眼神，你爱人的抱怨，此刻的你除了说对不起，你还能说什么？你敢对着你的家人大声说出来吗？我能改，我能面对，我敢面对。你敢？你不敢，因为在你的骨子里面已经认定自己就是一个 loser。 你甘心做一个 loser 吗？甘心吗？啊，你喜欢豪车洋房美女，你看着别人开着豪车抱着美女，你除了羡慕还有什么？你肯定多半在想，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有钱，然后你的生活就这样活生生的被狗日了。你想成功吗？你真的想吗？可是你他妈看看你每天都在干嘛，都在走老路，都在抱怨，都在拖延，每天还能找出一大堆的借口。你想成功吗？我看你想是成一个葱。他说别闹了我的朋友，昨天都已随风远走，